今天呢是秋游团建日，五官那个比例，你真觉得小宋比我比例好？我都吃你了，疼！欢迎大家来到春 BA 的比赛现场，欢迎阳光雨蓝，走走走啊！机会来了，绝杀，绝杀，机会！还玩吗？你很嘚瑟吗？玩啊！我打打打打打！你是谁啊？我是花花了，他俩是演偶像剧。我下。